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5.2 双龙王家中离必抽水神仆人复刻时间安排，火神技能曝光， 5.2 卡池确定，陪跑四星公布，火神、水神接连 UP， 混食家女雷枪登场。原神纳塔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越来越近，新角色恰斯卡也即将登场。 同时，后续的 5.3 卡池、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等角色也会陆续和大家见面。各位旅行者们，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要说的就是 5.2 版本的相关消息了。有关于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时间定在了11月8日晚上8点开启，到时候也会有300原石的兑换码，距离开启还有3天的时间。 卡池复刻的3位角色，就目前的消息来看，上半是林尼、恰斯卡，下半是钟离、水龙王纳维莱特复刻，基本上也已经可以确定。其中恰斯卡大世界探索能力顶尖，自身强度不差，说是风龙王倒也不为过。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登场的2位新5星角色分别是火神马威卡、茜特拉利。 复刻角色则是之前网传提到的闲云、申鹤这2位，其实算算时间，申鹤作为最长时间未复刻的，据说也差不多该复刻了。闲云作为 4.4 卡池 UP 的角色，截止到目前一次也都没有复刻，加上 5.3 版本是海灯节，这时候复刻倒也正常。5.4 卡池复刻的角色大概率是在水神弗宁娜、仆人莱欧斯利之间。值得一提的是。 在后续的 5.3 海灯节版本，据说还会有夜蓝、香菱新皮肤的上线，同时第2期璃月混池也会开启，还是非常香的。有关于火神技能相关，目前的消息来看，战绩短按后台脱手挂火，长按一档前台火附魔，有一定的战场能力；2档是大世界能力，大招可以为全队增强属性，并且加上夜魂值。当然了，版本跨度大。 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原神纳塔 5.2 版本的前瞻直播即将登场，距离开启也就不到2天的时间，预计在11月8日晚上的8点开启。当然了，各位旅行者们期待的300原石兑换码奖励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届时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领取。而说起5月2日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，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要说的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.2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了。根据网传的消息汇总来看， 5.1 上半恰斯卡、林尼，下半纳维莱特、钟离，陪跑的4星角色分别有欧洛伦、菲谢尔、鹿野苑屏障、瑶瑶这几位，还有2位暂时未知，这也是目前说法最多的版本，基本上也已经确定。 所以说，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？而说起后续的 5.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也早就被放了出来。其中2位新5星角色分别是火神马威卡、冰女茜特拉利，复刻角色则是之前提到的闲云、申鹤这2位。虽然还提到有可能是仆人莱欧斯利，不过就目前来看，大概率会在 5.4 卡池登场。 同时，第2期璃月混池的开启，据说也会在 5.3 版本。混池角色大概率是克勤、七七、甘雨、白竹、达达利亚、萧这6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后续的 5.4 卡池，目前的说法也是比较多的。就最新的消息来看，提到了会有新5星雷系长枪萝莉角色伊安山登场。早期提到的平姥姥、新4星璃月少女暂时并不确定。复刻角色的话。 则大概率是刚刚提到的仆人莱欧斯利。当然了，按照一个版本一个神复刻来看的话，也就水神问帝没有复刻了。其中水神复刻概率比较大的，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大家看看就好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。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